哎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滚，少绕我！PK 是谁呀 ？PK PUK PACK PUK 什么科？不知道，是不是那东西？哎，告诉他是谁我就给你。哎，告诉我，他是谁？那小流氓现在是会偷东西。 谁偷东西了？你是掉了，我捡起来的好吗？你告诉他是谁我就给你。净撒谎，全是英文，你看。喂。Hello，Sissy，我是 Peg。哎，Peg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抱歉这么晚打给你，我一直在忙，刚刚还在工作。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？ 好好好，哎，我正好想给你打电话，谢谢你那天真的不好意思。啊，男人要有风度，怎么可以随便让女孩子请？你也客气，我们明天见吧。好好好，哎，明天见。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样啊你？是谁啊？我说曹操，曹操到了，是裴哥，这是佩克，是艺人吗？你告诉他是谁？你们俩认识多久了？凭什么刚认识你们就跟他一开始吃饭？闪开！你给我说说清楚，事情不用你管。 他到底是谁？欢迎来到摩天下，小姐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啊，哦，好，那个有没有特别好的可以迅速改变肤质的面膜？那请问是针对什么皮肤呢？ 什么皮肤啊？我啊是帮我一姐们买，啊，特别女汉子，跟爷们儿一样。最近呢在谈恋爱，我就希望啊她能够变得更美丽、更漂亮一点。<笑>您真的是挺仗义的，我们这儿昨天啊新到了一款面膜，它的补水、美白效果都相当不错，可以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好啊好啊。哦，对了。 我晚上啊也要去相亲，有没有能够让我迅速改变肤质的，适合我的？<笑>您本身就非常漂亮了，而且皮肤也不错，我觉得您只需要一款补水的就可以了。哦，真的？那好啊，帮我去拿吧。好的，那两款我给您一起拿过来好吗？嗯嗯，稍等。 在家呢，拿着，干嘛呀？挣点钱够花吗？够，拿着啊！还有个妈呢，我不要妈，妈钱在桌上，我没拿哈，您收好了。 来啊，你先跟你说，我正忙着呢。你能忙什么正经事儿啊？无非就是换个地方泡妞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猜太准了。你要没什么急事儿，先这么着啊。不是，怎么没事儿啊？还急事儿呢？不是，我不是让你去小桥上帮我敲敲锣边，你去了没有啊？你这才一天，你急什么呀急？什么叫才一天呢？啊？咱能不能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？ 我这一天是把24小时我掰着过，就用什么词能形容我现在心情啊？哎，你听过那什么“百爪刀心，十不干味儿”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跟小乔俩人家住的近，没事帮我过去搂两下啊！真的，哥们儿，这要再这么下去，真的难受死了，我这都。你这一日隔三秋的感觉，我泡这么多妞我也感受不到。那什么？
那个我这儿正热闹着呢啊，正热闹着呢，你先别添乱，你这事儿我晚点给你去办行吗？不行，要不然说两句你不是特别爱听的话。某些人那个还有点把柄在我手里呢，万一哪天我这啊一 happy， 咱这互联网现在这么发达。齐江，你大爷！我一会儿给你去，就这样。我去见他，你知道吗？他那状态呀，不行，我让他站起来。哎呦，四肢酸软，感觉就是要跪地下似的。就我不知道怎么着，他是，我就担心他身体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真的，乔，有一种病入膏肓的感觉。哟，哎呀，那我来对了。你要是不知道的话，你赶紧给他打一电话。他现在太需要你的关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你，我都不好意思去问他。你赶紧的啊，赶紧给他打一个电话，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了。这是，那他累成那样的，你都不跟人说，你这干嘛？都不那什么，我也没事，就这么着啊，拜拜。是不是齐家让你来的？没有啊。挺会演的呀。看来是离奥斯卡影帝还是有点距离。别，我演的特别好。是吗？可以，够意思，够哥们啊。哎，过来，请你喝杯咖啡。哎，不，甭咖啡了啊。那个，你赶紧的给他打个电话啊。我这好人也不好做，也不能白来一趟啊。哎，那什么，穿帮的事千万别说啊。不知道了，去吧，拜拜。齐总吗？我想找我男朋友。哎呀，是乔小姐是吧？太不巧了，你男朋友呢被我派出去干活了，最近实在是太忙了。是吗？哟，主要我男朋友最近呀太忙了，
太累了，身体都忙坏了，所以吧，我就想让他今儿晚上，我陪他去吃点好的，按个摩，捏个脚，然后让他睡个好觉。不知道齐总能代劳吗？必须的吧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就这公司我都不要了，这事我也得办了他。德行。讨厌，我今晚上等着你啊。嗯，拜拜。嗯。去拿菜单，谢谢。思思，你今天很漂亮。谢谢。其实我这身衣服特别紧，我估计一会儿我都吃不下什么东西了。那你为什么穿成这样子？你请我到这么高档的地儿，我可不得穿的高档一点。嗯，那是我的错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没有。裴先生，可以开始点餐了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先帮我点餐。啊，好。这个点。好的。哟，媳妇儿，今天够美的啊。那是，日理万机的齐总都答应出来陪我吃饭了，我还不好好打扮下去。这小嘴儿，哎，不过媳妇儿，老公真觉得有点对不起你，最近实在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没抽出功夫好好陪陪你。不过今天一定补上，我找了一家特别正宗的披萨店，那味道倍儿正宗，那酒也对呀，是不是？咱先海搓一顿，然后找一代驾直接奔国贸，东西你挑，卡我刷，怎么样？这么乖啊！嗯，那我今天晚上可得好好奖励奖励你。哎呦，是吗？迫不及待呀！真够讨厌。等会儿啊，小点声。喂，哎妈。大江，今儿是周末。我给你做了好多菜，早点回来啊！不是妈，我今天那个去秘书打过电话，知道你今天晚上没应酬。不是妈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我非得天天加班啊！我想法不能跟朋友聚聚，您真是的，您。你忙事业，我不打扰你。要是那帮狐朋狗友，就赶紧推了。周末就跟一家人团聚。做了一下午的饭，累得腰直疼，你就不心疼心疼你妈？还有你爸，也直嚷嚷的不舒服，躺了一下午。你也无所谓是吧？妈妈，妈，我也没说什么。我尽快回去行吧？嗯，等你啊。哎，好嘞，妈妈再见。媳妇儿，你看看什么呀？昨天你就推三阻四的不跟我见面，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你能不能别老这样啊？实际行动全留给你妈了，甜言蜜语都给我，管什么用啊？最近我妥协的够多了，
能让我一直这样妥协下去吧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这不就我妈来一电话吗？要不这么着，媳妇儿，我跟你保证啊，咱既然已经出来了，是吧？咱就当刚才那电话不存在。哎，耳机你拿着，再来电话不接了，咱继续该干嘛干嘛，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不好意思，点好了吗？你点什么？就是你经常，他说你经常喝的一个，然后我要了一杯白水。啊，好选择，好选择。哎，那个，我特别好奇，哎，就是你哪儿混的呀？哪儿？我是在北京混的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你是哪儿跟哪儿的混血？啊，我是中国和加拿大的混血。啊。但是，因为我在国外长大的，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。但其实我的父母的中文是还不错的，但是我的朋友们都说英文，所以我就没有机会练习中文。至少比我英文好多了。没那么夸张吧？真的，不是恭维你，真的。嗯，谢谢。这顿饭我能请客吗？因为真的挺谢谢你。那天晚上，如果不是遇到你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但我想说我，这是我第一次喝酒，而且喝醉，因为那天是客户一定要让我喝，我就喝醉了。嗯，但是真的真的谢谢你。别客气，其实你不用买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这边的会员，然后你不是。那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嗯，我希望能够请你吃次饭，我买单。行，那下次你来请，肯定会有机会。两位好，您的餐好了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店的特色餐品，口感很好，需要站着吃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站着吃的味道是最佳的。请慢用。没事没事，我一个人站就行了。你也没点，要是这样怪不好意思。早知道我就不点这个。试一次吗？可以啊。我没觉得站着吃和坐着吃差别特别大呀，那为什么非得站着吃呢？早知道我就不点这个了。笑。这个鱼是要蘸这个，哎，啊，那说不清楚，我以为，哎，是他的错，他说的不清楚，这我好倒霉啊。嗯，蘸着吃，很好吃。干了呀，真是。嗯，我给你倒上。哎，啊，最近大猫走桃花运了，能想象吗？遇上一巨帅的大帅哥，
帅了，他能有我帅吗？真是。有。要说他比林萌萌帅，啊，谢思帅那还有可能。你有我帅吗？极品中的极品。那当然了，还是你是我的菜。哎呀，太幸运了！哎，不愧是我媳妇来的，喝一杯。哎，不过大猫自己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戏，结果人家男的主动约她，这俩人还真有希望。要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啊。啊，你刚才不说了吗？说什么呀？说那个谁跟谁特别有希望。谁呀？啊。什么呀？等会儿啊。真够忙的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快点。啊。喂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们都等你呢。要不然你们先吃吧。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你爸说了，你不回来他就不吃饭。告诉你啊，你爸今天不舒服，又有低血糖，可经不起饿啊。看着办。不是，你看我干嘛呀？不吓人呢。行，媳妇儿，这么着啊，看清楚了，刚才是我妈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吃饭，看好了，直接关机，说没说今天好好陪你吃？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我干了啊。嗯，是啊，哎，想要什么的再加点菜啊。你回去吧。回去干嘛去啊？好好吃，好好喝。那手机都关了。不是真的，你在这吃饭也不踏实，你爸你妈要等着你，赶紧回去吧。真的，我跟你说真的呢。程楠。啊，赶紧的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媳妇儿最善解人意啊。不是媳妇儿，这事也不能怪我。我一尽快把他们两口先安排好。马上回来负荆请罪。嗯，媳妇儿，再敬你一杯。赶紧的，快去吧，快去快回。我走了啊，媳妇儿，我真走了啊，我走了。待多久了？差不多一个月。那你还要待多久？要看情况，还不确定。怎么了？你希望我待多久？嗯，哎，那你在北京都去过哪儿啊？机场，家里，一些 office， 餐厅。没去玩过呀？因为每次我来北京是为了工作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做过那些比较公共课的那些活动。那就是说，像长城你去过吗？没有。故宫？没有。颐和园没有，圆明园没有，没有，天坛、后海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都没去过，那你白来北京了。没有机会。嗯，要不然等你空了，我带你混。好，带你逛逛大北京。很好，谢谢。小姐，我迟到了。啊，没关系的。英子小姐，
你身上这套衣服果然比我在视频里看到的要漂亮好几倍，我永远陪我看戏，真的是我的荣幸。谢谢。那我们进去吧。英子小姐啊，你的票买了吗？啊，你不是已经订好了吗？啊，我是订了两个挨在一起的座位，不过你的票需要你自己花钱去取的。那我的票已经买到了。哎，不是说你请我看吗？哦 ，My God， 英子小姐，你可能是误会了。大概也是我没有讲清楚。按照西方人的习惯，我说的请只是我邀请你一起过来，并不是说我花钱请你看。所以咱们的票钱是各自付各自的。啊，你们那边什么事情都是这种习惯啊？对啊，我认为啊 ，AA 制是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。即使是在婚后呢，我们也应当财务分开。相信英子小姐的身份和见识，应当可以接受吧？当然，当然。那之前你说我们婚后去澳洲那边如果去了澳洲以后啊，我可以给你找一份工作。我觉得啊，红酒品鉴师是一个蛮不错的职业，到时候啊，你挣的绝对不会比我少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那演出就快开始了，你可以自己去买票吗？嗯，很简单的，你只要到那边的窗口报上名字，交钱就可以了。那您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去买票。你好，那个我叫任英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有我订的票吗？好，请稍等。你好，八百一张，请交钱。八百一张。小姐你好。说您身体不太好，好点了吧？没有，我这不好好。你别不高兴，你爸是怕你担心你看不出来呀、啊。你奶奶刚走，你用脚趾头想想也该知道你爸心情不好。不是我说你，这份孝心，你真得好好跟你爸学学。不是妈，你说我现在正忙的时候，我现在就算不出去应酬，多交点朋友也是为了以后打人脉的基础。你说我这刚三十，对吧？正是创建事业的时候，你说您天天把我拴家里合适吗？多浪费人才啊！爸，是吧？儿子说的对，男人嘛，就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。他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要把他拴在裤腰带上，该忙他忙。就是，爸，我跟您上面拍股市啊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我不就让他早回来这么两天吗？以前他天天不着家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还不是担心你心情不好，让他多陪陪你。挺大个岁数，不知道好歹，你们俩还都冲我来了。妈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诗雨，谁呀、啊？这是？妈妈，我去。来来来来，您把我这块鱼吃了啊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来了来了，哎，谁呀、啊？
哟，这次你怎么来了？进来了。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啊，这是，哎，啊，啊，啊，这次怎么了？这是，啊，你靠我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我这出汗呢，我这。哎呦，那你们吃饭呢是吧？哎呦，那上别别别别别，哎，你这哎呀，这状态不太好。怎么回事？这我肚子疼，不知道怎么肚子突然特别疼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是这估计肠胃炎，可别，你这得去医院啊！我陪他去趟医院。哎哎，阿姨，你等会儿啊，我跟哎呦呦呦，那真是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，叔阿姨。你看，我就在这吃饭呢，附近吃饭，突然这肚子绞着呀，你看看。哎，着急别着急，哎，爸，我们吃饭吃饭，让我陪你去。等等等，哎，你别耽误了，耽误耽误。啊，那行，那叔阿姨等着啊，慢点啊，行吧行吧，是是是啊，哎，叔阿姨等啊，慢点开车。哎，怎么样，哥们是不是演得特好，特别棒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自己都觉得演得特好，我就应该当演员，你这活灵活现，多么逼真呢！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事儿多亏你了，真的佩服佩服。行行行，没事。哎，那什么，哪天我一定请你吃大餐啊！行行行，那什么，你赶紧的，你先给我送到工体去啊！哎，走走走走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是去工体吗？我去小桥那儿，正好不顺路，旁边门口你打一车，快快快快啊！干嘛呀？打车还不得花钱吗？100块钱够了吧？打车足够，还能来套煎饼果子。哎，下来了！哎呀，你100块钱打发我？你看外面下雪呢，万一人司机加钱怎么办？200块钱够了吧？来回都有了。这快点，我求你了！哎呀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，我打车去。但现在正事儿，你把那个照片给我删了去。发你钱真够磨叽的。是不是这张啊？啊，删了。你先下去，我再删。你先删了，我就下。你下不下？你要不下，我现在马上给你上传 QQ 空间。不不，你删不删？你赶紧删了，我就下。下不下？咱一块儿，好吧？你下去，我删。确定？我把手搁着，你看着点。好吧？行行，你瞅着，你瞅着。谢你一次啊！我谢你。你瞅着，你瞅着。啊啊，好了啊，看到吗？啊，一二三，走你吧。哎，憋不住了啊！爹，你自己打一车吧。爹呀，提交你大爷！喂，宝贝儿，告诉你天大的消息，我从家逃出来了。啊，哎，刚才把谢思弄过来，那又哭又叫啊，给他折腾够呛。啊，哎，现在这点儿还早，咱俩看个电影呗。是啊，你离家近，你先去啊，正好咱俩赶着那个夜场电影。行嘞，我这就到啊。嗯，么么哒，么么哒啊。行了行了行，快快快快，我挂了挂了挂了啊。死了，你到底还来还不来啊？来来来，肯定来。哎，不过这要是最后一场的话，我估计我可就悬了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涮我呀你？不是，那个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前面警察。不好听话。想死我了！讨厌，怎么回事？你骗我说你不来了？是我那真堵车，哎，而且我出来一趟特别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就为我出来，歇斯跟我妈又哭又闹到什么程度了？那你还不是应该的。啊，行行，我今儿一定好好陪你啊，以谢此罪。哎，快去买电影票去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这嘛呢？赶紧去呀，快点啊！哎，我要第八排的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中间的。哎，呦呦，哥们儿，那个，加您前头一下啊！谢谢。
谢谢。啊，行，全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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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怕，别怕，我们好人，我们好人。Stop touching me！ 给我。No no no go！ Stop it！ 你 ，Get away from me！ 找死呢！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大爷！别打了 ！Stop it！ 太狠心了，你老公都这样了，你这还笑得出来？你不心疼心疼我啊？怎么不心疼你了？我笑是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太爷们儿了，我顿时感觉太有安全感了。以后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那是啊，对不对？谁让那俩洋鬼子跟我媳妇动手动脚来的，是吧？我看你这就是俩，这来十个照打不误。对，说你胖你就蠢，还来十个。打俩人就可以了吧？都打成这样了，再来十个，那只能看谁跑得快。谁说的呀？啊，是，我现在是这样的。但你看没有，那俩孙子成什么样了？告诉你，真来十个我也不惧的。为了你，我肯定把命豁出去都跟他干。那我绝对不能让我媳妇受半点委屈。老公真棒。那咱赶紧开车回家吧，回去我给你拿冰敷脸。那是必须的。猫，猫，你今儿还上班吗？上班啊。呀，那现在八点多了，你该起床了。嗯啊，迟到了。你今晚到底来不来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能来我肯定来，但我就是不敢保证。不行，我晚了晚了，我真得走了啊！你赶紧回去吧，这么大冷天，不，真你冻坏了，来，这刚几点、啊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赶紧回家接着睡了啊！你这大冷天的，什么？我走，我真的晚了。着什么急啊？你现在去又不迟到，上班去还是干别的去啊？我肯定上班，迟到不合适。别闹啊！我走，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啊！赶紧回去接着睡啊！去吧。赶紧接着睡啊！拜拜。包总，昨儿回来那么晚，又没吃早饭吧？没事吧？给你点早饭。你们来不了是不是？哎，叔叔。哎呀，爸，现在呢？回来了。啊。哎呦，可累死我了！哎呦我去！裴先生打了一晚上点滴，也折腾我一宿。刚把他送回家，我寻思回家睡一会儿，好上班去。这孩子到底什么毛病？这不是让咱给说着了吗？急性肠胃炎。我都跟他说了，少吃点外边那小摊货，
天天瞎吃。那谁呢？我妈呢？马太太了？没有，她说去看看石思怎么样了。你瞧昨天那吓人劲儿了。哎，正好，你不是把她送回家了吗？省得你妈白跑一趟了。我妈找谢思去了。对呀、啊。谢思，谁呀、啊？大早晨的睡觉呢？哎呀，哟，那阿姨。你这孩子怎么不穿衣裳啊？我穿件衣服去。您等会儿，不好意思。阿姨，对不住啊，不知道您来，那赶紧进来吧。啊。让您久等了，对不住啊！这大早上的，还